张晋在线吐槽老婆蔡少芬的普通话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蔡少芬说普通话。天不怕地不怕，都怕重庆人说普通话。何必个？我开始天不怕地不怕，都怕蔡少芬说普通话。哎呀，好了，没录了，没录了，到我的牙长了。说完还不忘关心自己面前的鸭肠，简直是毫无求生欲系列呀。12月10号，蔡少芬在微博喊话张晋称，看来某人命不久矣，狠狠地撒了一波狗粮。网友们纷纷围观并留言调侃称，娘娘你的普通话一点也不普通，回去就跟他说普通话吓死他。芒果捞新闻连斗个嘴都是撒糖的模样啊，不叨。